今行くからね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汉姆。好的，来玩我们的 KOF Star。今天是12月26日，好，星期二。好，那圣诞节已经过了嘛？再来就是新年的哈，新年。那今天活动已经做完了啦。那个，怎么说？那个活动叫什么？宾果吗？马上就做完了，我还没有做，可能是。应该可以全做吧，全拿吧。我这边全拿，你看这个550，我这边应该还是全拿吧，550，就刚刚好。然后这边券你可以换你没有的啦，我建议就先换紫框吧。像我这两只都只有三星啊，然后加两个记忆，那伊丽莎白不知道哎，伊丽莎白我几星啊？这三只谁比较强啊？哦，四星是不是？其实我也没有说一定要把他们弄到五星啊。伊丽莎白有没有记忆？哦，有，伊丽莎白可以弄到五星。我今天就把那个大门，还有伊丽莎白弄到五星吧。伊丽莎白四星，紫框四星。他们都是圣诞音乐，哦，全部都圣诞音乐。这只伊丽莎白，他们的强度怎么样我都不知道，因为当初我都没有，这些角色当初我都没有，都是后来拿到的。好，我们先来制作一下，然后把他们换一换，来玩一下。那今天算是礼拜二嘛，礼拜二礼拜三可能会有公告，还有那个 PB 影片，有的话我就把它贴上去。不是礼拜二没有就礼拜三嘛，因为礼拜四应该是改版啦、啊、那改版可能会有到时候可能会有六阶段工厂，也不一定，就是会有一些上修啊微调啊，有一些角色可能就是从七星练到九星啊，看他怎么弄，弄到九星之后，他还是要上修嘛。那工厂的部分一样老样子啊，就是六阶段可能就是要九阶了啦，就是你要三只九阶才比较好打吧，不然 OP 可能也不够、啊。我们来看一下 OP， 这个五阶段 OP 就已经要多少啦？这边写3000嘛。点进来看是2650，这边是2400，差250、哦。然后这个嘞，240差300，所以有可能就是，反正六阶段就是可能再加了200-300吧。我、哦、就假设加个200-300好了，假设加个350好了，会不会太多？3000哦 ，OP 要3000哦，我摸3000啊，有啦，你看九阶段可以3000啊，哦，所以不是九阶段啦，就是九星格洛加 OP 是可以到3000的，就是你扩充程式弄好一点就可以了，就是要刷嘛。我那个昨天我们看那个林冲号这边攻击力就40几万。第四好像都几万啦、啊、两三万是不是，3-4万是不是，反正他的那个卡有够强的，都刷自动吧，我在想。角色强那就可以挂自动，挂前面的关卡那就可以放着不管他挂一整天。那我没有挂，因为角色弱嘛。好，我们来做一下，然后看一下这个箱子怎么样。这个100箱欸，哦，100箱，大家应该要做完了。100箱的几率来看的话，10%嘛，也就是说可以开10张吧，各10张吧。就依照几率来说的话，哦，所以就各10张。
啊，这个有没有时间限制啊？没有，你就可以慢慢来啊。好，今天应该大家都做完了。我所谓的今天是12月25号，只是我现在是过12点，所以是26号半夜。好，来看一下这个嘛，然后选择卷。哦，这个有时间限制的。都有时间限制的。哎，我也不知道用谁啊。看一下有没有谁比较有可能。没什么机会啊，因为我都差好远，这些角色都没用啊。这个有机会吧。因为我在这试新啊。然后，哎，这是那个神盾挑战的也拿到了、啊，神盾挑战给他开下去啊，不要到时候忘记啊，就有时间限制，提前开嘛，免得到时候刚好那天你有事不能登录。我是不会，因为我每天都可以登录啊，我每天都会登录嘛。好，这个100箱，各10张了好不好？如果低于10张，表示你比较飞，更正一下，表示我比较飞，因为是我要开给大家看。10张、8张，飞了2张战斗卡，好吧，好吧，哎、欸，40罐哦，哇，40罐哎、欸，这么补啊，补40罐哎、欸，虽然我是够用啦，我都没在那个请求的，这个我们上次上是不是因为那个上次那个他的那个 rush 有问题啊 ？rush 那边浪费好多 AP 哦。组队那边 AP 浪费好多，然后我来把刚刚拿到了那个圣诞节的选择券吧，这边吧，你看这边有秋季的啦，夏日的啦，这个原本好像是叫那个万圣节吧，改掉了。这个就没有那个时间限制，就是可以让你收藏啊。以前这些角色都是要花红宝石抽的哦。如果你是刚入坑的人，这些角色都是要花红宝石的。那有些是免费的啦，有一些是免费的。有一些角色它就是会有掺杂一些免费角。都还是有纸框啦，当时都还是有纸框嘛。那我这个伊丽莎白可以5星，那这个我缺2个记忆，缺2个记忆，我来弄吧。真正的缘分只靠礼物是无法延续的。冬练信使大门，以前打那个队伍接力挑战的时候会用到它。好吧，记忆，我需要4个记忆啊。然后这个也是，我这边有2个嘛，我刚看了，漂亮的胜利，杰尼龟，冷笑话，杰尼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，不要讲好了，太冷了。OK， 那我这边就来把它练一练，把它练一练，然后把这三只拿出来玩一玩啊，好不好？我们待会打个那个故事模式吧。那我这边我来练一下好了，我先跳过。好，练好了，练好了。哦，3只都练好了。当初都没抽啊。哦，没抽就是等于没花嘛。没花还是可以都拿到，就是如果你一直玩的话。除非哪天结束营运的。欸，这边。哦，这个锤子已经不能用了。我有一些觉醒石没练啊，但是不能用了。它虽然说它回收，但其实已经不能用了。
派遣的部分我都乱派啊，就把一些有那种红框七星的，红框七星的给他派一派，搞不好未来又可以再升上去。不过我觉得他可能会以那个 EX 格洛加为主吧，先升 EX 为主啊。好，来玩一下那个故事模式啊，玩个几场啊。史诗任务也没毕业，很多东西都没毕业。有一些任务 ，D-COS 任务比较难呢。这边我要找一下以前的系列，《阴潮篇》《阿修篇》。这个没过，这好像上次没拿到三星，是不是？九七呀，用九七。好，我来编舵一下，我来编舵一下。好，派一只那个九七大蛇。你这些角色的那个技能怎么办？我都不知道，我都忘了，我们就不看了。大门啊，杰尼还有这个怎么按？不知道。好，来看一下遥感。好，大门啊，我们这游戏大门也是有强过了，就是这一只。紫框嘛，紫框表示说当时有强过就对了。出招也算快啊，拳脚还好，不够快。啊，冰冻效果。大家可以看一下风林火山。啊 ，boss 的，那没办法，我要换人了。想看一下风林火山啊，我记得他好像有风林火山嘞、欸。哇，打不动，没装卡。哎、欸，打死了，打死了！这个九七大神，九七八神，封八，上修 N 次，至少两三次吧、不要说 N 次啊，印象中好几次。这才是真正的火眼啊，攻击型格洛加。很搞笑、欸，现在没有攻击型格洛加，这三只都没有、啊。我们继续八神，继续八神，八神。我们这个游戏超多墙角啊，因为出超多次，也是当期出都是最强的。好，出云头。这个北极熊啊，北极熊，这是三气是不是？技能有点烂哦，地狱级的，哎，他没有风林火山哦。风林火山是哪一张卡、啊？啊，又要 boss 了，我们才玩了一下这只北极熊。这个故事打起来不过瘾啊！好，宿命的对决，没有气啊，回不了气，打不到地板，好可怜了、啊。以前啊，我不能回，我不能闪避说，结果出了闪避耶，就是那个三星任务啊，不能闪避。刚刚那边回避，那边这边跑来跑去，再一次，这次我们用那个逼杰尼，这三只谁比较强啊？我发现那个强度已经没意义了，因为都不会用。Leading Nine，Leading 骑士哦，这次我想起来了，这只以前我都是拿它来干嘛？这。他可以那个啊，技能一可以那个，可以干嘛？可以那个持续性的一个气功在那边转的。
可以打一下总力战。他奔跑样子真的是哦，我们这个 B 杰尼有强过啊，因为他有 EX 脚，对不对？他有一只 EX 脚的样子、啊，是不是跟那个谁一起出的、啊？跟那个香橙，好像跟香橙一起出的。反正我也没有啊，就好像有白嫖到90等这样，印象中哇，我就觉得当初这个例会真的很蛮铺路的，蛮铺路的，就是当初这只角色蛮火辣的，我觉得啦。这个车是我上次打了，不安的前兆。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哎、欸，九十等，有点忘了啊。这是固有阶级，用入手好了。香橙跟那个这里，香橙跟那个杰尼、啊，在这里。这只我很少用，真的超少用，因为它辅助没有香橙来的强，耀眼之海杰尼。他的辅助我都是用香橙，没有用他。香橙的辅助比较好用。三星条件是什么？忘了看。Ready, go! 红属性，哎呀，我有没有红属性？没有。这次是有神圣啊。还是另外一次有神圣，因为我感觉这次常常都是神圣啊。他的大招不好用，就是会跳起来嘛，就这个啊，不太好用，大阵风不太好用。你看，万圣节格洛加不是万圣节，圣诞节格洛加，我怎么一直防御啊？为什么一直防御，而且还打不动？骗人啊！流星，好多礼物啊，好多圣诞礼物。啊，我要用红属性，我有个打手，我叫打手把他打死。我这打手很强哎、欸！哎、欸，你怎么没有过去？啊，打死了！他刚刚在原地空转。打手也算啦、啊、打手也算。打手也算。以前就是早期我们格洛加没那么多，然后又很弱的时候都是用打手。也是可以的。97又来了，继续玩大门吧，我觉得大门比较好玩。这三只玩起来大门比较强。我不是说伤害，我说他技能用起来大门比较好用一点。杰尼跟那个，跟阿修他老姐不太好用啊。哦，进那个是投资哦，我想说为什么刚只有一下下？这招还蛮好用的、啊，这招还蛮好用的。投资机有点烂。嘣！嘣！嘣！好，我们要靠我们的这个八神，我可能没装战斗卡吧。好，我们就这场玩玩吧。啊，这场玩玩，克拉克、史提尔，以前都用这一支哎、欸，很久以前都用这一支。叫打手就赢了啦。没有，他好像要用97。八字女，八 T， 八字女没错。好，结果竟然是风八收尾啊！
要用九七，没办法，还有九七大蛇可以用啊。九七大蛇跟九七大蛇应该更强，因为九七大蛇可以七星。好，那我们这期就玩到这边，把这次的三只纸筐，圣诞节三只纸筐，我都给它拿出来玩一下。之前是万圣节嘛，然后还有夏日的两只吧，万圣节也是两只吧。万圣节是那个谁啊，克里斯跟那个爱丽丝哦。好的，我是哈姆，喜欢我的游戏频道欢迎订阅、点赞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下期再见，大家拜拜。